岁，好脏哎！他们卫生纸薄到不行哎，薄。Well, we're glad you had time for us. So the fins go down, the fins curve down, right? Excuse me. 请问水怎么开？关门。请问怎么开水？因为有时候它这个，我也遇到过，就是它。全部都没水。用水洗。啊。You need water? Push that. Oh, thank you. 要踩的是吗？对对对。哇，好好特别。哇，人真好。哎，下次你们来美国，这个踩打水，好冰哦。这是新东西是吗？啊，那个早餐不行。没看聊天室，真假的？我没看到，我的手机只有四行聊天室。晚上会去 party 吗？会啊，可是那边不能开台。我们会去 party。那么他们还在那里吗？哦。我还想去看海鸥哎，那边有一只海鸥一直不飞，在钓人类。哦，话题不能实况啊 ，No， 有只海鸥一直不飞，我们去看看它。椅子那边，哪里椅子？他们在等我。海鸥超大的，我想说要去看一下，他们什么都大，连动物都大。我们先去看一下，而且他们的厕所马桶是不能冲水的，就是所有的人的屎尿都掺在一起，然后里面有放一个什么蓝，类似就是水是蓝色的，很像类似消化清洁剂什么的，但是不会臭，可能是我在里面净化的空气吧。他没有冲水的地方吗？真的，还是我那间厕所坏掉？你看，它一直不飞，它一直不飞，好要飞了，飞了。拜拜。好大只！流动厕所没有冲水哦，我没有上过流动厕所。我第一次用流动厕所，因为我觉得流动厕所非常的可怕，所以我从来不上流动厕所。我不知道啊，欸，是有人在喂东西吗？为什么他们都停在这？可爱哦。我要拍照。我都不觉得你在吃饭，都是嚼着它。
排都是哎。我靠近一点，看他不会怕。他会很恐怖的，要被啄到。好，我看他会不会啄你们。会啄是不是？会。还有防爆玻璃，防摔玻璃，他们会怕哎。啊，不行，不怕，敢不敢啄？他好像老鹰哦。乱大便在我身上，抢食物加乱大便。这是一般鸽子吧？这只什么一直叫？咩，好像鸭子哦，它的叫。只是听说他们会追着人丢桌。哎呦啊，白色的，拍一张合照。海鸟都有哭，是有。